根据资料显示，咱国慢性腰椎病大约500万名患者，慢性腰椎病已经成做台湾的新国病。所以呢，咱普通时都要注意咱身体健康。今日趁这个机会，有予大家对这个腰椎这方面，要咱来做预防，要咱来做检查，有法度早期发现，咱就较袂进入讲爱洗腰椎的阶段。所以今日个活动实在非常有意义。我谨代表彰化基督教医院啊、祝大家能够身体健康啊、万事如意，能够平安跟喜乐。为了帮助民众进一步了解腰椎病发生的原因以及预防的方法，台湾腰椎医学会以及中部地区中大型医院特别响应世界腰椎日，特别举办“放心乐活，胜利人生，爱肾护肾”圆游会。慢性的迄个腰椎病，也是慢性的系统病，像讲头拄啊，大家讲的糖尿病，有高血压。有痛风，也是有高血脂，也是有慢性的腰椎发炎，拢爱定期去检查你的腰椎的功能，验尿，尿血压，爱当甲迄个医护人员合作，来顾你的腰椎。让功能约正常。照顾腰椎真简单，只要会记你核心三三的口诀：有高血压、糖尿病。以及长期吃药的民众是高危险群，每3个月一定要定期到慢性腰椎病健康促进机构来去做3项健康检查：验尿、验血、磅血压，做好慢性腰椎病预防的保健，你就会当得到胜利人生。中央新闻郭启宏、严广成采访报道。